所以我想跟他说，今天能做跟也是谁，那不好那个比如就是很不应该。所以他会今天人家多亲切，你像这些人不坏，大家给他们表示这样的恩惠。我昨天听了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完了后，我有一个老母，生四个后生，生四个后生，因为阿来离开世界，煞成老母甲四个囝。不过这四个囝拢用中代生意，拢是真正生出个囝。到尾，这囝当然阿在死之前对老母是一百分心的关心甲照顾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老母呐，因为不好做，老母不好做。我必须讲，他们家己爷爷们啊，差不多大，咱上一礼拜，咱上一个月拢好，大一个月、二一个月、三一个月、甲四一个月，你讲是哪当中？下一个月我想讲的，无大，咱只等上半个月咯。我哪会上半个月？半个月你要嘛还上半个月？无，咱上一礼拜就紧的，我是半个月嘛，上半个月对啦。哇！一礼拜了啦，轮一礼拜，唔点都轮着啊，菜价都当轮着啊，到尾啊，那个兄弟输可可嘞，可乐不嘞？我讲这是实在故事啊，你不要把当作这是我的故事。我讲这实在哦，但是我哪都不爱讲。所以说，一年前兄弟差不多，阿妹阿妈妈送来东西，但是你爱不接？这个就是妈妈去的嘞，爸爸阿妈妈去的。那伊是离这个厝，这个厝大汉的。那伊这个厝是最小的，看较老的。这叫你个时阵，这孙啊是看较老的，感情呢，感情好。恁老人啊，去到伊孙啊，饲来大面条的，饲来，他去到个海草地，他大面条，伊习惯了呢。所以回来了，差不多要三年多，老伯就去。都没妈妈来去，哥你没去过，你没去过，我们中间，你这妈妈没去过，不来啦吼，一定不来，死嘛不来。但是今日该去，你敢袂使无去？那你这个，一个妈妈要饲一个囝，简单，一个囝要饲一个妈妈，上困难的。这个你要听讲无？到尾的时阵，两个三个袂使，三个两个，妈妈是当把生。唔敢冤气的呢，今日的时代，我无听都袂使呢。啊，三年了后，妈妈大囡，很多思念阿孙呢。妈水啊！哇，囝，囝虽然无爱爸爸妈妈，囝虽然无爱妈妈，但是妈妈永远是爱囝的。因为这个感情，这个无囝人生呢，无囝无良心，无囝无良心是无囝人生呢，是无囝人生呢，阿你听无？母子念母子，母子母子啊，母子连心的，不是母子连心的，这个你听呢？所以我是讲啦，你结婚是母子呢，啊结婚了呢？母子。母子。对啦，哦，你这个讲好听。我那是母子，所以母子是连心的，对不对？子不爱老爸老母，啊就老爸老母另外一边。早就会熟悉啦，你对这个规矩，十几万到咧上镜，十几万到咧上水，有一个，咱来讲伊呢，妈妈讲，工作员，妈妈，阿婆阿婆，今日囡吼，恁囝吼要看你，看阿妈妈真欢喜个，知影？透早就起，洗头，啊，穿个真水，啊，喝一碗红水，啊，你阿听，看我阿囝。每个月来看一届吼，伊嘛真欢喜，所以早早开始洗头，啊穿水水，安尼对。所以对伊老，对伊在当当伊老，对伊老当当伊老，我当无迄个囝，伊当无，迄个工作伊，你管哪管囝，买来看我，我着。对伊在当当伊老，啊对伊老当当伊老，啊他当无囝，伊讲恁囝来六千六，要伊负担。你囝个人钱也掉了，阿伊个，妈妈听着多好，
就传，就传，传到因囝耳孔啦。人家讲，啊，你曾经去到永和医院入钱入了，恁妈妈伫遐等你，啊，你暗时看见他拢无，心肝接硬，因囝那伊不知无。啊，我若去看伊，伊要喊我倒来，我若去看伊啦，伊要喊我倒来，伊就要我倒来，所以干脆莫看，啊，伊不敢看我。心肝硬无，你莫讲笑话无这个人哦，这是事实话物件哦。但是现在等于无亲情，无亲情就是你哦，一定人知影讲无亲的伟大，无亲的伟大。今日咱会当成长，咱会当长大，这不是无可能。敢甲你生下来就话你，敢甲你生下来就话你，用生命甲你生下来话你。所以我用水煞挂入去呢，啊，用的功德较大天呢。啊，咱有水到尿，第一叫做尿嘛，对不对？养育嘛，养育，生下来那是妈妈，你爸爸来乖乖，生下来那是妈妈，生尿尿出来，惊寒，惊热，惊感冒，惊发烧，惊啦，惊咱变成啦。参照，有老母关系在你那个边啊，咧甲你关心，甲你照顾咧，甚至你用出好来接招，靠你用咧，有无？所以讲，四大人上面要行先，有无？囝需要你接，我只能帮你接，无你个行先。但是囝已经是老车咧，对袂？你个想看卖，当然咱囝咧是谁？啊，也许是咱的囝儿是要对咱也是很好，这嘛是咱重要的所在。但是当然啦，拄着咱来参与，啊，不然变成孤单哦。啊，虽然今日咱知影，啊，希望天下咱的囝儿事情，真正若对爸母无够友好，咱一定爱啦，爱对爸母加强忏悔。因为咱讲，爸母是你的根源，就参着一张手啊。这张手腕那么紧，手腕那么紧，这个手腕到底有多少？我已经看到一个办法，我台面，我台面你听无？咱的第一个经文知识啊，第一个经文知识，啊，第二个经文知识，我台面。台湾首富啊！也在上街舞，也使用我。我台面因为伊对老母的友好，而产生了友好菩萨之妙。你甲我一个大企业家，伊足无闲嘞，毋是安尼嘞。伊一年一定爱半时间，伊带因太太，啊带因，即马后壁去生的，迄个曾心怡，曾心怡计三个囝，啊甲因某，啊甲因老母。郭台铭是亲自咧送因老母嘞，因某是送因囝嘞，郭台铭是送因老母嘞，啊无分太太送。每一年一定要挖一个，你话不应该挖一个时间，传老母去生咱新的，你是一个大企业家，所以一个大企业家的成就，不是无原因的明白吗？所以讲，今日不孝父母，只好他人是无规避；不敬父母，是以敬他人是无规避；不敬父母，不孝父母啦。以后他人这个规定，规定啦，规定啦，不敬父母，人去敬别人，这个是违例啦。哪能不敬？咱今日，咱父母是咱心肝菩萨，咱心肝比上面的菩萨，咱心内敬也是神。你爱要成功，你把你这点，你把你这点父母的照顾好，是最重要的。最有缘，金牛座。最无缘，伊有缘，手腕无紧，那伊就无缘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今日咱心里，无论是修得好，无修得好，这件事，看起来咱一定要重视。我一件代志，生人，甲咱饲人，我一个叫做教育人，育教育育，毋是互你。叫规规，毋是来叫出去，毋是安尼嘞，毋是叫叫规规叫出去尔嘞。你有感觉这样子？
会叫我，伊会知哦，你伊啊，哦，孙子去做啊，孙良做，孙良做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啊，这个这件啊，今年目前了世界演示一个大案件，电影内面甲讲起来，伊是小段华语的小段，那甲讲起来，伊是台湾华语界来讲起来是真出名，哦。但是伊也是好，因为伊这个囝二十岁了，伊就向台湾的生活环境如何上瘾哦。从细到深，要用一个正面才会较深。去到美国八个月，八个月有一日，伊甲伊的同学讲：“我五月七日，我五月七日，我要来这个做。”哦，这两个好门扫射，我跟你讲个做恐怖扫射，呀，伊前面扫下者啦。即款李密光公司话，就一时间做了了个代志。伊学生、伊同学啊，要去去个老师，因老师要去去报美国联邦啊，联邦警察局、联邦调查局来啊，来开始干啥？那敲伊来滴。我抢一千六百几块的枪支，咱两支枪。伊讲我这讲笑的，我这讲笑的，我袂讲笑。你人情甲温情拢无，你是当啥物事？敢袂真正去互崩出来？敢袂真正叫搬出来？那是真的。啊，伊咧讲空间。这个囡仔二十外岁囡仔，这个思想，伊来咧讲，老母用讲，互囡仔吃，互囡仔大，互囡仔用。啊，那就是代表你囡仔代表一句话，因为囡仔伫网络，迄是一个无言的东西，网络啦，什么物件拢会当看。你毋知影面囡仔思想，面囡仔观念，已经走入个互联网中。真足侪爸母，囡仔去网络去互警察抓着，我即有影拢看 YouTube， 拍中国代表要抓迄个呐，抓迄个枪击犯啊。你伫遐犯犯，懂？你也着遐后，伊老母也毋知伊个囡仔哩。我这囡仔无法度犯懂，你这囡仔拢伫遐轻杀，伊嘛阿毋知我个囡仔无可能有做这代志，有可能无？无可能，咱们伫遐轻杀。就我代表，犯懂，未懂是第无第一句啊。什么人讲无效？王清，王清，王清在讲无效，遐轻杀。懂你一个囡仔？再过二十五岁、三十五岁，碰见青山的时阵，你当我这个囡仔无可能，无可能就是无可能。怎么讲？因为你别埋在土里，你一样生囡仔，你会当面对个青山的，你唔知怎搞。所以今日这个社会年代观念，这个叫做社会的年代观念来走。所以要安怎教育人，要安怎生人，要安怎饲人，就是这个。所以，什么叫做伟大？什么叫做伟大？所以，今日囡仔大用大多数拢会较靠近妈妈，这是事实。因为妈妈叫做主，爸爸叫做娘，所以叫做呐，叫做娘夫啊，主要拢是阿姨。但是，当今日囡仔大用啊，拢会我和妈妈，所以呐，母亲节拢定会较隆重，啊，父亲节。侬讲袂晓啷做，感谢。哦，所以讲伟大的父亲哦，会不运动；啊，伟大母亲哦，哪能当运动？伊在那讲，伊是踮咧讲的，侬爸爸咧讲，爸爸咧讲，伊在侬爸爸啊，但是他宽恕的侬妈妈，代表伊哪能会讲话？这是一个事实。换一个解释，就讲咱文教有一个副校长，到一个院长，院长就扮演娘。好多就是扮演主的，这是安尼。当然，一个家庭男人拢严，啊，一个家庭这囡仔出去无好归因。一个家庭有一个严父，一个祖母，虽然老爸咧教，老母咧无收，安尼当中咧教囡仔是实际。当然，今日你阿婆，当你阿婶咧教囡仔时阵，你老母唔忙得喝茶。体会到，那你挺有意思不？
你老弟啦，你还得是，你那你还是没公平啦，你老弟不知道哪里的啦，你哪个海的啦？不会老会啊，这边，我那我真是无，这老弟的徒弟，因为你爱讲，今天爸爸讲啦，就是安尼啦，无迄个，家己老弟不爱听，恁今天家己，你就是丢阿爸爸的厨碗，把干掉，这是一爱，这是一爱。啊，咱后日啊，唔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咱要安尼改变，做老母的人爱去改变这件事，所以要有智慧。这一个家庭，那真正哇，一个家庭如果翁婿内底思想，啊，这翁婿跟太太思想完全拢偏激，理念唔正确，这个家庭你到有资料才真正会，我绝对无变。所以今日我开始讲你啦吼，因为虽然讲以前母亲节，而且人家书信的日记来对当中，马总结会关于母亲的代志，你还能够为大家做一个互相的互勉，那爱是关心的关系，啊，我同弟弟能够做落落，当然以前的伟大母亲节来对下节当中啊，啊在此照顾你今日。这个庆祝母亲节，甲你讲一句话，讲妈妈，你辛苦了，祝天下母亲节快乐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防护人员助理，大家请大众请起立。感谢护人员助理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。